便是雷鼎的化身，天地之间任务其成。可惜我现在并没有完全掌握，只能以微弱的雷霆之力加持在三秋叶上，让我的速度更快一番。那这一招就叫神速吧。奇怪，这路上怎么一具尸体都没见着？道远第一次的见，这家伙竟然能口吐人言，这是一头妖精型妖怪。妖精可相当于无漏境的高手。不了多久了，凤川。是好险，大一点就砍到我了呢。躲猫猫是吧？诸位，斩妖大会三年一次，乃原初山所定，令各府英杰与妖怪搏杀，提前感受我人类与妖族战争之间的残酷，也为了选出更加值得培养的人才。所以本届斩妖大会，公主大人从元初山上求来一滴神尊玉髓液，作为第一名奖励。神尊玉髓液？那是什么玩意儿？一滴可抵万金，不，万金难求。传说，神尊玉髓液孕育自陨落的神尊，一尊神尊遗体只会留下一滴神尊玉髓液。一滴神尊玉髓液能让从未修炼的普通人一日脱胎，直接锻造出神尊根基，而已锻造出神尊根基者，则可令根基雄浑无比，
甚至有可能继承一丝神尊先辈的力量，觉醒出第二种神尊根基，是天地间锻造神尊根基的至高之物。若各位想得到神尊玉髓液，请诸位签下生死状。什么生死状？往届没有这个。是真的会死人吗？这太狠了吧。之前从未有过的生死状。放心，我那侄儿已经突破到了脱胎境，能把孟川那小子打废了。家主，秘密！你炫口技呢？秘技？秘什么秘？是秘技，孟川悟出了秘技，一招就把白光少爷击败了。对呀！什么？三爷！我！哎呀，是不是无事发生啊？无情也被孟川打败了，孟川现在是晋回大师兄了。我让你进吧，我让你进吧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孟家少爷孟川悟出秘技了。哎呦，真的假的呀？不仅如此，听说孟少爷还到达了脱胎境，他可才16岁啊。这么说，我东宁府又出了个堪比那梅元芝的天才。哎呀，也不知道他们俩谁能率先进入元初山呢。这进元初山，努力固然重要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三姐。起。一个大西瓜。一个。大西瓜，一刀切两半，一刀切两半，一半送给你，一半分给他。反了，分给他一半。今天府上怎么就咱们陈列？其余人呢？三姐，今天是斩妖大会预选赛，族里子弟都早早去道院了。哦，也不知道今年族里有几个人能进大会。哼，一群连秘技都没悟出的兔崽子，就算进了斩妖大会，也只是别人的一盘菜。